会很自然，你很自然吗？基本上飞机上要用的，都在包里了，然后就带着这个箱子就可以回深圳，就回深圳了。因为我自己回国嘛，回国上次也跟大家讲了，因为我回国以后还是不希望丢掉英语，所以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 APP。我平时比较喜欢上 YouTube 去看别人的 Vlog， 但是 Vlog 你想要去学习一个东西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，所以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 APP。它的话呢，就是你可以有中文字幕、英文字幕调整的那种，然后还有一些趣味性可以学习到东西的，这么一个 APP 叫做番茄英语。它呢也是跟薄荷阅读一样，都是属于百词斩旗下的。然后你每天可以打卡呀，你可以登录啊，它上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视频。它的话大概就是每天的设定是一个七八分钟的小视频，就是以不同国家文化为主要的这么一个科普项，然后又有一点 vlog 趣味的这样子的一个视频，人和这种服务员的对话呀，和店员的对话呀，这样子对话之间的话呢，是一个非常本地、非常 native 的一些用词用语。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功能，为大家看，是一个大挑战这么一个功能，你就可以进去练习你的口语。像你的口语这个东西啊，我自己说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我只有80分的水平，但是他练习口语的话，他是有个对话的嘛，你可以听得到你自己说的那些话，然后你在听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哎呦，我没有那么差呀，我没有80分啊，我有90分啊。Wow, besides that, where exactly do we set up our tent? Is it safe? Wow, besides that, where exactly do we set up our tent? Is it safe? 它是有这样子的，中英字母都是齐的，然后我一般喜欢把字幕关掉，开成纯英文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有一些不熟悉的词啊，可以听一下。有些单词我知道怎么读，但是我不太确定它的拼写是什么，比如说 abalone 这种东西，还是可以看一下英文字幕，也不需要什么人督促，因为它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十几分钟，每天15分钟以内，你一定可以把你该做的事情都搞定。那我就要出发了。Hello. Hi. 今天天气好。有婴儿车的搜索编号检票口，请乘坐为游客。您好，请出示购票二维码。这是188。188有没有见面？又来了。深圳的爬山，就是真山，是真山。咱就是说，爬山是假山。就是咱就是说，哦，上海的最高山你知道多少米吗？100米。你说你叫那叫啥？可能那个不叫山，那个叫 hill。那 mountain 和 hill 的区别。那可能确实只能是个 hill 了。又是李白白。Yeah. 前面两位不确定能不能入境，所以就不入了。李白白向大家问好。一点都不吵。啊。所以就是说。不是咱就不能下来说吗？你真的很高。那你两个是要在上面吃，我们两个在下面吃？不是我们俩在厕所。哦哦，厕所里面有人啊。厕所里有人。没有去看他同事的。等一下。还有我和李白白呢。真的？因为这次我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我要上次去，我还评论了，去上，我给你发好多弹幕。我看，你那里有评论吗？有评论啊，但我去，你不要说，我去找找哪条是你的，你去找哪条是我的，我很明显，我很明显，真的吗？评论，你没说到，就是想没有，我不知道是谁的，我要看，我要看一下哪条是。
你们给全送给看一下。谁配着你啊？你们俩没去哪儿啊？我们去吧。对，我们去厦门。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你上次给我发朋友圈了。我也发朋友圈了呀。我们上啥朋友圈？11月他发过。你们两个一起去厦门玩。对啊。我感觉我没。我记得我问过你啊，我跟你说过的呀。啥时候？我也跟你说过。啥时候的？我以为当我跟你讲，不记得人不是我们。很多观众看应该都知道，这是很明显啦。我当时发评论，我居然没有看到你呢。他剪出来第一天我就发了。不是哦，就是他们同天发的，然后前后脚发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自己又不刷朋友圈，又不记事儿，也不看 B 站。现在很不高兴，啥时候都没有说了。应该现在很不高兴。看我们这个试验性太强了。对，你试的。聚焦一下，看一下这是假花，假花还要泡点水，离谱，好离谱。这是我弟的小朋友，你们可以入镜吗？我们可以入镜。我弟是小学六年级的小学生，然后现在我是花果山的孩子王。这是孩子们给我送的花，不要那么大，你个人魅力太大了。我们好甜夸夸夸夸赏座次座，我非常喜欢他，给他买了一个很漂亮的花。你很自然，你很自然吗？我很自然，我顺你。你很自然，太顺你了。我今天慌慌张张，一直在把这个烤焦了。我一边要给小欧准备饭，一边要炒这个。一个小泡泡面吧，待会还要来，好像是吧？你的好 brother， 好兄弟，没那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扎了啥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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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菜好吃，可口，对，真好。上船了，贼船，厦门的贼船。送机，这彩铃。不下船，请你有序地开始登船。他听错我的名字了，但是大家看，是我好久没有说的那个天天，那个天天。我们在排牛杂，这是拐进去的，天哪，这也太，哇！
哇，排好远啊！对，特别难。同志们，我在香港，香港有口罩令，就算我旁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我都不能摘，因为口罩令是5000港币。我来公司上班了。Time machine。Yeah. Yeah.